新舞台，原住民。Hello， 马里巴里马萨罗，我是萨基诺。你好，吉迪布斯干古，我是秀琴。你好，法克法亚，多沙利嘎嘎马布隆，我叫大雄。耶、感谢大家哈，都还在第二季的时候，也是准时收定在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时间，收看我们的部落新舞台。那么今天，大雄，怎么多加？这么美的姑娘呢？我是灯光师，有没有？是不是有缓和很多美丽的画面了呢？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她就是我们第二季新请来的这个美丽的俏姑娘林秀琴，我们大家欢迎她吧！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哇，很高兴在第二季呢，然后加入我们这个主持的行列，然后有萨基努，还有我，还有大雄呢，为大家主持，为大家服务。那今天呢，是谁要帮我们选出这周的周冠军的评审呢？是的，我们要慎重的介绍。部落新舞台第二季比赛颁发如下。比赛资格不限年龄、性别、族群，但必须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朋友。比赛人数不限个人或团体报名。在比赛项目方面，分为歌唱组及才艺组，于每周选出周冠军。歌唱组的部分不限语言、曲风；在才艺组的部分不限舞蹈类型，各项特殊才艺皆可。但两组比赛内容都必须着重原创风格，无论改编、重制等等都可以。比赛时间为3到5分钟以内，在优胜奖励办法方面，每周周冠军可获得10000元的奖金，以及总决赛的资格。语言是一个传承文化的重要元素和环节，不论是政府、学校，甚至是家庭，都在积极推广族语。而学习族语最需要的就是有学习的环境，所以很需要家长、老师等生活周遭来互相配合。而今天在歌唱组的部分，首先要比的是小学生族语歌曲 PK 赛。这些来参赛的小朋友有来自部落、都市，他们要用自己的语言唱出他们部落特有的歌曲以及文化。而小朋友的亲朋好友们也都到现场为他们加油，相信他们的加油会给小朋友无比的勇气和鼓励，更希望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能拿到很好的成绩。在还没有比赛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比赛规则。今天的比赛主题是小学生族语歌曲 PK 赛，比赛时间为3到5分钟，评分项目为传统创新占35%，歌唱技巧占30%，台风占20%，服装造型占15%。评分方式为评审一评分项目给分，分数最高者为周冠军。即可获得10000元的奖金，并且获得总决赛的资格。究竟是哪位小朋友可以拿下奖金进入总决赛呢？相信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哈。那我们比赛也即将要开始啦。首先呢，我们要上场的第一位参赛者是，第一号参赛者是阿美族的少曼姆利。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少曼姆利带来的歌曲，就是《伊那阿玛奥》。我爱喝几索嘛，古阿安阿古，有鸟落，有杜卡努加古沙奈。今天要唱那个《伊那阿玛奥》，然后我这次来部落新舞台就没有要拿，就是没有说要得名，就是希望让那个阿美语的阿美族的那个歌谣可以就是让大家听见。少曼，少曼，少曼，加油，加油，加油！
都差点要掉泪了，你知道吗？我们六岁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当然在玩泥土啊。对，玩泥土被欺负。还是包尿布了我。丢泥巴。对呀、啊，而且他唱的真的。应该是说第一个会比较紧张、嗯、没办法，我们这个少曼牡蛎呢太会抽了，抽到千王哈、嗯、对、欸、那么少曼牡蛎，你用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族语跟大家问候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会讲吗？好好好，来。我爱好是少曼姑阿姑有鸟肉有咖喱菇都够哈萨奶。哇、yeah. 也是我们嘎铃鼓的美少女啦，我也是嘎铃鼓的呢，标准呢，听一下我们评审老师讲评一下、嗯、哎，我们请我们林兆宇老师。少曼牡蛎虽然是第一个出场，一点都不紧张，还蛮稳的，对，可是最让我深用一个阿妹子，我刚刚我喜欢唱这首歌，是、嗯、我听她唱这首歌的每一个歌词都讲的唱的很标准、哎、我们当然不列入在分数里面，可是我觉得很棒，少曼牡蛎加油、嗯、哇，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杜若琳老师再为我们讲评。刚刚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表演非常棒，我在这里特别觉得也要鼓励家长，让孩子们呢多参加朗读、戏剧、演讲各种原住民的所有活动、哦、真是太棒了，我们给他们鼓励鼓励。嗯，谢谢，太好了，也谢谢两位评审。那请我们评审，请给灯。牡蛎到底几个灯呢？几个灯？哎呦，哇！哦，完了吗？完了吗？结束了吗？三个灯哎！哇，不简单，不简单哦！三个灯全都亮哎，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哈、哦，那也谢谢我们一号参赛者牡蛎的表演，嘿，谢谢，非常的精彩，很精彩哦。李安长得很帅，哎，妈妈怎么会娶李安？还是你怀孕的时候刚好在看那个《卧虎藏龙》？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平安安全，谢谢。哦，平安安全，好棒哦，平安很安全就生下来。第二位呢，即将要登场的就是这个，哎，来自好莱坞台湾族的李安。哎呦，哇，哎，对，真的是李安呢。我没有想你，你自己看资料嘛。哎，真的呢。原来李安是台湾族的。台湾族我们都不知道。对，而且他今年哦才13岁，他的经历非常的恐怖哦。哦，参加这个台北市98学年度多语文学艺竞赛区台湾原住民族与台湾族歌唱组的第二名。哇，大家是不是很想看他的表演呢？对啊，我们来看李安导演的那个哦祖母的照片。这位这位马三达，我阿丹的咖啡，有阿妈有伊娜史莱吉马萨鲁，就当做你在正式比赛。沙心沙心，你呜呜。我练习了3天，然后我非常有信心能够赢这次的比赛。部落新舞台，我来了。No.
那马萨路那乌江而来呀，萨心萨心你呜呜呜呜比你都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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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ud。李安呐、啊，哇，你要不要用先用主语的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加瓦加瓦马桑达，我当地加贝有阿妈有伊娜是来伊马萨鲁。哇，来伊的来伊的来伊。哎，由于因为我是阿美族，听不太懂，那妈妈是不是要帮我们翻译一下，顺便自我介绍？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异乡，不是台五乡，我们什么？哇，妈妈好幽默，来异乡。我们是来异乡，我叫学英，谢谢。李安，你在你学这个自弹自唱，然后这个祖母的下面这首歌，为有特别的意义吗？为什么要拿这首歌来演唱？嗯，因为这个唱这首歌，我去比赛拿第二名。哇哦！他也希望说今天唱这个，他之前有比过赛的一个成名曲。希望能够拿出很好的成绩，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拿第二名的来比？你要拿第一名的来比啊！是啊，也是哈、哦，对啊，不简单。然后他这么小年纪会弹吉他了。对啊，你学吉他多久了？半年多。李安长得很帅，哎，妈妈怎么会娶李安？还是你怀孕的时候刚好在看那个《卧虎藏龙》？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平安安全，谢谢。哦，平安安全，好棒哦，平安很安全就生下来。那我们要不要听一下我们那个评审老师给你讲评一下，好不好？好，请杜老师给我们讲评一下。嗯，他每次唱这首歌，我刚开始会掉眼泪，因为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唱的歌，会有一些回忆，对，很多回忆，然后再加上妈妈爸爸，还是我要讲一句话，这个都是爸妈在家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在学校在语言场也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鼓励爸爸妈妈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有学习的环境。嘎贝给什么料用啊？好，加油加油加油。那也谢谢我们杜老师的讲评，那么再请袁凯老师再为我们讲评。好，这个李安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位人物啊，真的。是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资料，你是在台北念书对不对？在台北，可是当你一上来拿到吉他，穿上这族服的时候，还有那个黝黑的皮肤亮出来，我真的以为你就是从来一大车上来参加这次的比赛，还没有穿鞋子，你很厉害啦！哎呦，有穿哦，有啦，看错，因为前面的小朋友都没有穿啦。是的，是的。所以你刚刚唯一的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是，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黑人牙膏的笑拿出来。真的，真的，哇，都拍广告了吧？绝对是99加一分100分了，自信展现出来。对，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本色，好好加油，真的很棒。谢谢我们两位老师的讲评。好，我们准备要请给灯咯。好，请评审给灯。台湾组的李安到底可以获得几个灯呢？两个灯。哇，你也是三个灯啊！是三个灯耶！哇，
有没有松一口气？有，哎呀，因为刚刚林老师那个林兆宇老师的灯哎又很慢才开，有点会掉了，工作人员给他换一下好不好？就有点让我们李安有点吓到，对啊，我虽然就拿出第二名的那个歌唱，是不是应该也要三个灯啦？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李安，谢谢我们二号参赛者喽，好，先休息一下。这位第三位的这个参赛者呢是阿美族台东市新马兰富基部落的 Not Be You 新旭，哇塞，哇好，这真是留发吗 ？Not Be You 新旭 ，Not Be You 新旭，有没有 ？Not Be You 新旭，他怎么不像阿美族的那个啊？就是他们的名字，因为他是新马兰呢，哦，新马兰，对，新的就是比较流行的 ，you know， 哦、oh, ，I know， 好不好？哦，然后呢，他的专长呢就是喜欢这个歌唱表演，然后娱乐大家，然后他的个性也都非常的活泼快乐哈，哦，开朗了。然后而且你看，他3岁来台北，4岁哦，他就参加这个原住民电视台儿童节目的《娃娃奇幻森林》呢，哇，4岁，哎，4岁都还在。吃奶嘴啊，喝牛奶啊，我还没断奶，我还在穿尿布了。好的，是不是很想看他的表演呢？那只 BO 新戏带来的就是青蛙的演技。来喝金拿自打布，我今年8岁，我希望我第一次唱歌比赛，我希望我第一名。海洋海游玩，海洋，海洋海游玩，海耶洋，哦吼洋吼一呼玩，皮呀哦吼洋，哦啊皮耶洋，哦哦吼哦吼洋，哪只塞子嘞？好饶舌哦，那个妹妹，你要不要用主语？你会不会主语？来用自我介绍。好，预备起。来喝金拿子打鼓。金拿子。哦，要结束了吗？这么短，好。那我们刚刚讲那么长，怎么都不一样？对啊，他叫拿子，那是比尤星系是谁？要说明他的名字吗？好，对对，麻烦帮我们解释一下。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一出生就帮他取那个阿美族的传统姓名。那拿子是他的名字，比佑是爸爸的名字，行姓是家族的名称。哦，所以这么长就对了。正确的念法应该是就拿子比佑行姓。那只比佑行姓，对，那只是可能我们就是比较熟悉的人就会叫他那只就是他的名字。那他现在他的那个汉人的名字是用这个吗？没有，就是直接传统姓氏，我们没有取汉名。哎呦，好棒哦！
酷啊。那妈妈你在教他的过程有没有比较难的？因为他这么小，他会被排斥啊，还是说他在学的时候会被哭闹啊这样？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学祖语真的很快，比大人还要快。是啊。对，然后像因为我不是阿美族的，我是布农族的，对，然后那教的话都是爸爸教，那可能同样的学习，就学习的时间，他一下就学会了，反而我还在那边啊，不知道该怎么说，又记不住，所以其实小朋友学祖语很快。这样子，那那个刚刚有看到，就是妈妈有跟着女儿在跳那个舞蹈这个部分。对，就是哎，我们在想说，哎，直接这样单单表演哦，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创太单调，哎，创意啦，趣味性。那我们就想说，就是唱第一，就唱两遍，一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另外一遍呢，就是加上现代那种比较韩式的，所以里面有那个什么小朋友都很喜欢的 Nobody 的动作，还有那个那 sorry sorry 的动作在里面。哎，你再摆一下你的 ending pose 那个。我们一举，我们一举。对呀。还记得吗？耶！好棒哦！哎呦！对呀，那我们要不要听一下我们评审老师给我们讲评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林老师我们讲评一下。那只好可爱哦，他一出来就圆圆滚滚棒胖胖的，哦，好可爱，不是圆圆滚滚可爱，很想捏的样子，可爱，不会紧张哦，不会呢，所以多鼓励很多的小朋友，电视机前的这些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能够欢迎你们多报名参加这么棒的节目，没有错，对啊，对，而且我们真的是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你是有原住民的血统，真的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有高额的奖金，对不对？又可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啊，很棒。好，那我们评审老师要给灯喽，其实好紧张哦。电灯有没有换了？电灯。对啊，对啊，准备好了吗？好，评审请给灯。到底这个大姐拿纸呢，会拿出几个灯呢？一个灯，几岁的小妹妹，两个灯，哎，三个灯，又是三个灯，到底对呀，前面已经多三个灯了。对啊，大会报告，是，由于前面那几位的选手呢都是同样获得三个同灯哦，对，同灯同分的情况之下呢，但是不等于同分啦，对的，因为这个评审只要有亮灯已经是达到他们评审心目中的及格的标准，所以他会给你亮灯，对的啊。至于分数呢，嘿嘿，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拭目以待。所以呢，你们真的不要走开，要马上回来，而且不要再转台喽。那我们也谢谢那个Nazi的今天，也谢谢你。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充电哈。真的那我再碰一下，如果你要勒死我，那就把你的心全部交给我，无论在何方，不管下着大雨，电话留给你。啊哈，给他。接下来这个第三位，你看，哇，六岁呢，哇，这也是阿美族的潘永杰小朋友，今年六岁，然后他的特殊才艺就是歌唱表演，他小的时候呢，常常跟他的祖父母在一起，哦，就是阿公阿妈带大，对，啊，那个没有祖父祖母哦，祖父祖母更上面的，哇，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有国语的加入，哦，所以全部就是清一色就是母语啦。对啊，然后从小就是耳濡
耳濡目染，耳濡目染。有时候呢，你不是很清楚那个成语，就不用多说。我刚刚差一点，不要勉强。对对对，那吃螺丝呢，我们还要剪掉，这后字很难的，好不好？我刚差一点讲成木耳好吃呢，耳濡目染，那没关系哦。然后他也是从那个经历呀，哦，他的经历厉害喽，你看哦，注意听哦。基隆市庆祝母亲节歌唱比赛获得少年组的这个冠军啊，六岁是我们少年组，哎呦，对啊，你看，而且他今天的歌曲也很狠啊，是不是大雄？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朋友节的表演了。金马路卡古，我现在六岁，我读八斗国小，八斗子幼稚园。我是唱原住民的串心歌谣，请你爱我好吗？巴扎里文，巴扎里文，嘎古林那杜阿文，那木杜阿法希呀。阿公阿妈，财神们，耶！六岁，六岁呢？听说是我们啊这一集里面最年轻，哇，对的壮汉，真的。Hello， 潘永杰，你好，你的麦克风，你看到？阿公阿妈，那爱好金马路加固。嗯。
미야루 어뚜랑 가구. 아, 好棒哦！哎，蛮标准的呢。不错，哎，对，那我们也介绍一下，这是阿公、爷爷还是？是永杰的阿公。阿公哦，阿公好年轻哦，真的，这么年轻就当阿公哦。可以的啦，六岁了，可以的。六岁可以的啦，哈。那阿公平常是都是阿公在教永杰主语吗？教主语是没有了，我们平常在家里有时候都跟他的阿妈讲话的时候都是用母语嘛。所以平常在教唱的时候是阿公这个部分吗？教是没有说真正的教他了。我们平常如果说回去台东或者是要去哪里的时候，我就放一些那个原住民的歌曲音乐，还有音乐，他就在那边一直听听听。哎，阿公，这个蛮不错的，我要写。他就学起来，很好学，是自己有兴趣哦。但是都没有教他说要唱歌，自己最近说要参加我们这个部落新舞台的时候才有，加强加强是哦，好棒哦，永杰。那我们要不要听一下我们那个那边的漂亮阿姨给我们讲评一下？哎，有没有美言几句？你会多一点灯哦。嗯，好啊，你要讲什么？你要跟他们讲什么？哎，好，反正。哎，好法医！哎呀，变法医了！哎呀，我都可以当他的阿妈了，真的，对，真的有这小孩子，不单是我们在家庭里面跟他们常常用主语来跟他们谈话，有时候是放音乐，放原住民，有时候阿美族就是放阿美族的，对，然后其他族群都可以多放，让他们能够耳濡目染，就听到这些歌曲，吸收力气很快，对，轻松就是学主语本来就是很轻松，像我自己在教主语的时候，不单是在教，然后用唱的，然后让他们能够记得很清楚，我相信永杰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永杰，好了，你们的手，哎，动那个手指要动一下哈。对啊，不要发抖，要按错灯啊。哎呀，对，你们的那个这个灯数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的评审，请给灯。四号参赛者潘永杰，他的灯数是几个灯呢？哦，都已经亮起来，耶！就是三个灯呢。哇哇，有没有很开心？哎，他好稳哦，很稳很稳。有没有谢谢一下我们评审老师阿赖这样？伊拉哇，谢谢评审老师。哇，好厉害哟！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哈。这是我们的四号参赛者，对，还有两位哦。那我们谢谢我们四号的潘永杰，你先稍作休息。谢谢哦，谢谢。阿公先去休息哦。阿公，谢谢哦。接下来就是第五号的参赛者，排湾族的一将。哇，你看，哎，他的家住在我家附近而已呢。是哪里？你住哪里？大鸟部落啊。那你住哪里的部落？大的鸟吗？我住大竹啊。大竹，你看隔壁而已。是。隔壁差不多两个小时才会到。翻山越岭的。对啊，没办法，原住民没有时间观念哦。然后他今年十岁。十岁，对，然后就读大鸟国小五年级，然后喜欢这个踢足球，踢足球打篮球，哦，然后他的才艺是什么，你知道吗？帮乌乌到山上喂猪，好孝顺哦，厉害吧？他的才艺，对啊，而且他也喜欢跳舞，跳那个变形金刚的舞。变形金刚，你们两个不是也蛮会的吗？没有，我们是变形钢筋，生锈的，绑铁的啦吼。然后他也喜欢打爵士鼓，哎，然后他的比赛经历呢？2008年台东县主语戏剧比赛家庭组的第一名，哇，好棒的殊荣，真的很棒，很棒。对，而且他也梦想可以成为这个排湾族的这个勇士啊。那我们就赶快来看我们的一将的表演吧。我不给那干嘛？第二根第一奖，格玛西巴查瓦，阿古沙比打破，我是那根，卡达阿里多里多，吉亚吉次亚门亚门，吃佛你真，嘿啥？你这么你的奖先。两次，耶！
ただ あれどれどぎやぎつやまやまつぼんつぼんにちゃんへっしゃうわただあれどれどぎやぎつやまやまつぼんつぼんにちゃんえっしゃよいいえいえあよいなみなわぬさよいつさやみなわどさよおしれよおはよすまあははいよいなみなわどさあよいなみなわどさよいつるかのみだわさやみなわOshireyo, oh hiyo, sema, ha ha ha, yo ina mina wanusa. Olumicha avare vayo, tika katisa imazuma.马上喽！哇！真的好棒、哦，真的很有大将之风，站出来、嗯，你知道那个感觉？很有托我，一将用那个我们台湾族的主语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拜，拿近一点哈。加白加白，听我播啦，第二根第一将，格玛西巴查瓦，马上喽。哦，哇！哎，这三七步啦，哎，对啊，三七步这样哦，厉害呢，哈！猎人，猎人的步伐。嘿，你我因为哦，阿英哦比较听不懂你们这个古调啊，这个古调还蛮长的，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吗？就第一首是有麦克风，有麦克风。第一首是那个战歌。战歌哦，战歌，然后出草歌嘛，对不对？然后第二首是在聚会的时候就一定千千万万绝对绝对要唱的歌哦，一定千千万万都要唱的歌。还有呢？然后第三个就是一首情歌，情歌哦，唱给女朋友的哈。不是的啦，不是的啦，你是德拉家族的啦，就请我们林老师林兆玉老师为我们讲评一下我们这个重量级的。看到他的外形这样唱歌的时候很有自信心。嗯，我相信在部落里面每一个小朋友，我相信部落的小朋友哈，都像他这样子的话，真的不用怕了，来台北啦。真的到台北来哇，进攻台北真的是，虽然就是一两天水土不服，但是适应就好了，有时候忍一忍很快就过去，很快就过去的，适应一下就可以了，真的很棒。紧张的时刻真的来了哈。嗯，那个我们的评审准备好要给我们登数了吗？还在上考。你看小数点四舍五入没有办法再加减乘除了。好，我们评审已经准备好了，评审请给灯。到底这个大鸟部落的一将呢，可以获得评审几个灯呢？哇，是三个灯哎！哇，非常的棒，非常开心。哇，虽然你没有
你没有你想象五个灯啦，但这个是实际的分数，实际的灯数。嘿，好，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参赛者，那我们就请我们妈妈还有一将先稍作休息，休息一下。对，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参赛者哈，那么请休息，谢谢。谢谢这样的演出，哇，非常的棒啊！对。接下来这位参赛者呢，就是最后一位的参赛者，六号的参赛者是这个布农族的红玲。红玲，看他的那个比赛经历呢，哎，讲一下，讲一下。高雄市喜乐教会青年歌唱比赛获得两届冠军，而且是年纪最小的。有没有？接下来呢，参加这个友台的这个华视同盟会，得到这个周冠军，然后目前是不是已经晋级了这个入围这个月冠军呢？是不是？哇，哇，你看非常的优秀啊，身体都很名列前茅。前茅，前茅，名列前茅，就是很厉害的意思，比较前面。对，是不是迫不及待要看他的表演呢？我们来看红玲带来的这一首《妈妈的眼泪》。大家好，我是红玲，我今年11岁。我会来参加部落性舞台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将来我也想当歌星。红玲，红玲，红玲，加油，加油，加油！耶！
听哦，我还沉醉在那个他的那个空间、那氛围、山泉水的声音。对，而且我觉得我顿时变成少女了，是啊，就游戏在我们那个森林浴里面。嘿，红玲，那我们就先用我们的母语跟我们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念人名米桑，伊人人开独帮独阿鲁斯平吉暖，西京海大吉下，大高海星独不弄，西京海马山大沙独哈米桑，爱独哈娘海马纳斯卡，马纳斯卡马独伊西京卡呼拉斯。我努力，马巴沙鲁，我尼南米红米桑。哇！哎，等一下哈，我们有没有打招呼？有没有翻译一下？有有，红龙平常剧就有了，就有了。哇！我尼南，我尼南，哦，真的很棒，而且感觉到他就是真的是从高雄，因为我知道布农族哈，就是高雄跟南投算是最道地的布农族。对对。他刚才讲他非常喜欢唱歌，对不对？嘎呼达斯哈。而且从他的这个刚刚的歌曲表现当中，他完全展现出我们布农族妇女温柔细腻的一面、啊、真的，而且歌声真的就像你们讲行云流水，看得出来，从你的表演当中看得出来你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哦。啊，然后我们刚刚三个听到你的歌声被迷倒了，太优美了。那你从什么，我很好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这样的一个表演？很小就开始了吗？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就开始了。小一耶，好厉害。七岁就开始。所以在座的刚刚所有六岁以上的还不到十岁的小朋友，你们要加油，就可以看到红玲姐姐啊。红玲是姐姐吗？还不是吗？跳得很棒，真的歌声很棒。那我看到你这个资料，还有参加这个周冠军华视的，你所有的比赛是不是都有参与？对，哇，给他鼓励，就是要这样子，原住民的小孩就是要这样子哈，真的，好的，那重要的时刻来喽，我们打完架了，差不多，真的哦，哎，对，哇，好，那让我们的评审请给灯，到底布农族的红玲以这首《妈妈的眼泪》是否能够再成为奖金猎人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小朋友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展现出大将之风，完全不输大人哦，而且个个都拿下三颗星的好成绩。虽然小朋友们都是同分的成绩，但并不代表都是同分哦。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成绩算好了，也交到评审老师的手上。话不多说，现在就赶快请评审老师为我们揭晓本周的周冠军吧。好的，那我们也请其他的五位的小朋友，哎，来，今天你们辛苦了，来，辛苦你们喽，来，哇，还是有面带笑容啦，对呀，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哦，会不会紧张？会不会紧张？不会哦，你会哦，你会啊，你会紧张哦。真的好，那个这个残忍残酷的这个事实呢，现实面呢，就丢给我们的评审，那就教我们的林兆玉老师呢，为我们宣布今天本周的周冠军，部落新舞台第二季的本周周冠军，嗨，平均分数，哇，91.6分。哇，相当的高分啊，高高了。得奖的是，到底，红玲，哇，恭喜红玲，来，红玲往前站来，来，我们其他的小朋友来，哇，今天你们也表现得很棒哦，真的，哇，不错，哇，来，我们站过来一点，哎，终于在。这个大家都不相上下的分数之内，终于出炉了我们今天第二季的这一集的周冠军。红玲要讲一下我们的得奖感言。很开心，这好像记者会哦。不是，因为奖金太高了。真的。就要谢谢妈妈那么支持我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会更努力唱歌，这样。
好，哇，非常的棒，也给我们红伶，谢谢。真的，因为他的歌声呢，实在真的就是，哇，有那种天籁般的声音，啊，黄莺出谷，可以这么说。当然呢，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五位的其他的参赛者，他们也是都很厉害啊，有六岁的，有七岁的，十岁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林昭玉老师来为我们颁奖。哇，今天这个10000块，它不仅是10000块，对，也是我们的季冠军的入场的门票啊。是啊，很开心。我相信呢，这个分数一定真是不相上下。那也请我们的林昭玉老师呢为我们总讲评。今天这六位小朋友在台上所表现的、唱的，真他们的舞台都蛮稳的。但是今天我们三个评审呢一再的，真的对红伶，他一开始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声音。这样出谷般的那样的流畅，所以我就问其他的评审，唱得很棒哎，是布农族的哎，可是很成熟，就站在台上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那个好像有点诗歌教会的音乐，但是觉得他唱的真的是整个舞台还有台风他的技巧，所以我们三个评审一致认为，觉得分数应该是他最高的，所以肯定。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看到他的成绩，也不会这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的，你们也很棒，下一次再来拿周冠军的第一名，好不好？好，也谢谢我们林昭玉老师的总奖评，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评审团，还有我们的参赛者，辛苦了，今天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对，那这个舞台呢是专属于我们原住民族人的舞台。对的，只要你爱秀敢秀的原住民的朋友呢，只要来到这个部落新舞台，都可以一展你的才艺哦，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呢。也别忘了，我们每周日8点至9点，敬请锁定我们的部落新舞台，原住民。等你来站台，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能不能